68-61，29分，现在变成了只有7分。裁判说呢，裁判还是要先拖一下球才可以。不过双方差距只有5分了哦，68-63。下半场只过去了不到8分钟，绿队请求了暂停。是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从一开始呢已经超过30分的分数，现在已经拉到了只差5分的距离。但是这个5分的距离是不是真的就代表绿队或者是黄队会赢呢？不是的，因为他们有可能真正获得赢家的那一个命运呢，是交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手里。因为如果